花莲县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总干事林冠霖前往秀林乡桃埔阁部落关怀年迈老弱的妇孺，赠送了冷气、热水器、瓦斯炉、卫生纸以及食物物资，获得老妇人的感谢。乡长王玫瑰到场感谢会长常年在秀林乡关怀弱势族群。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关怀秀林乡弱势老妇资助物资，秀林乡的王玫瑰也前往到场感谢。花莲县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总干事林冠霖前往秀林乡秀林村民友地区桃埔阁部落年迈弱势高龄老妇刘碧霞家中，接着冷气、热水器、瓦斯炉、卫生纸以及食物物资一批，获得老妇刘碧霞感谢。秀林乡的玫瑰也到场，也谢谢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常年在秀林乡关怀弱势族群。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一直希望连结民间团体，一起照顾乡内的弱势老人。乡公所也积极关心老人的健康以及生活品质，希望秀林乡每位老人家的晚年生活都能够充足的愉快。也十分感谢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无私的付出。地方乡亲，谢谢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刘碧霞除了感谢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总干事林冠霖之外，也谢谢一旁桃埔阁民友多功能活动中心的原住民文化健康站，常年给地方弱势供餐。一旁邻居表示，文化健康站给弱势供餐多达30多位，非常感谢各界的关怀及付出。华人太子爱心关怀协会总干事林冠霖表示，在秀林乡有很多弱势需要帮助，期盼这次援助能够抛砖引玉。协会以偏乡关怀弱势家庭与行善为对象，期盼爱心与关怀能够广及到更多，让社会弱势能够走出困境。